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。请跟我，请跟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皮肉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79页，479页第四行，我哋学到六道，六者：一、布施；二、持戒；三、忍辱；四、精进；五、禅定；六、波野。菩萨受呢六门，完成佛道。前面我哋学到第三忍辱，而家我哋再睇下第四精进。参考资料里面第14页，精进亦有三类，第一个叫做披甲，第二个叫做涉善，第三个就是离要，离要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第一个呢叫做披甲精进，这个是比喻，古时候军人作战都是披上海甲，保护身体的。海甲呢都是用很坚硬的材料制作成功的，所以刀剑都跟不进去的。咁样而家嘅战争冲锋陷阵都系用战车，坦克嘅叫做装甲啦，有披甲嘅意思喺里边。但系现代战争又提升咗一级啦，唔用战车啦，而家就用核武。这个叫做按钮的战争，不需要用这些军人，这些士兵，杀伤力就非常可怕，一粒原子弹能够毁灭一个城市，
啊，世界上好多国家都喺度发展核武。我哋知道啊，核武战争系冇胜负噶，只有同归于尽嘅。啊，过去啊，有好多人讲啊，世界末日啦！啊，世界末日，我哋睇到啊，讲嘅有六件事情，里边有第三次世界大战。啊，这个是末日的战争。这个战争之后啊，所有这个世界上的文明全部都毁灭了。啊，留下来的人啊，要过原始的生活。啊，住在山洞，靠打猎。啊，过这种的生活。啊，所有的文明全部都毁灭了。这个是世界的末日了。啊，我们不希望有这种的灾难出现。啊，这一代的人或者能够守得住，下一代呢，再下一代就靠不住了。现在有好多嘅小朋友啊，喺网路上学习杀人嘅游戏啊，啊，佢将杀人当作系游戏嚟看待。到佢哋长大啦，政权喺佢哋手上，核武咧系佢哋手上控制嘅。佢亦都攞嚟做游戏，呢个麻烦就大啦。啊，所以我哋现在呼吁啊，拥有核武嘅国家最好将佢通通销毁啊！啊，真正能够咁样做呢，这个是前面三种布施里面所讲的无畏布施了。令大家再不需要担心核子的战争了。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啊，安天下人之心，令他离开核武的恐怖。这个功德就好大啦，无与伦比啊！啊，这个是在世间做第一等的福报啦，啊，收第一等的大善，为全人类着想啊！啊，这些生化的武器啊，核武。包括现在转基因啊，这些都是带给人带来的恐怖啦。转基因是的食物啦，而家食咗啊，可能十年之后，你的身体得好多奇奇怪怪的病，这些病因呢就是现在的转基因了。啊，妇女不再怀孕了，人类就绝种了。这种的科学技术非常的可怕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了。咁外面嘅东西能唔能够食啊？唔敢食啦。啊，里面有呢啲嘅食物喺度啊。
啊，有意无意咁食咗咧，自己都唔知道。所以现在食东西咧，提心吊胆啦，呢啲就恐怖啊！啊，制造呢啲恐怖嘅人，嗰部系唔好噶，非常咁唔好啊！佢哋唔相信因果。啊，总会有一日佢相信啦。啊，边一日啦？佢寿命到啦，最后断气啦，佢就明白啦。啊，呢个时候知道太迟啦，果报完全。啊，所以佢会知道，肯定会知道。啊，呢一日啊，距离佢并唔系好远啊。啊，所以因果系从咩嘅时候发生嘅呢？宇宙形成嗰一刹那，因果已经喺其中啦。你系冇办法否定佢嘅。佢跟宇宙、跟人类系同时发生嘅。喺佛法里面讲，一念不觉就系因啦。啊，能生万法，这个是果，就是宇宙万法形成，以一念不觉形成的。这个第一个因果了。以后因果相续，接连不断的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喺度做因，因有善有恶，善因就善果，恶因就恶报。唔单止中国人讲啊，外国人亦都讲，所有宗教都讲。啊！如果你冷静一啲啊，细心一啲，你自然前就睇到啦。因果报应就喺眼前。啊！你自己能够睇得好清楚。啊！所以自己持身呢，要谨慎。利恶扬善啊！啊，改邪归正，自己创造幸福美满嘅前途，能够将呢六条做到，就系菩萨啦。未有信佛咧，未有信佛，呢六条都做到咗，佢就系菩萨。啊，喺佛法里边称佢为菩萨，披甲精进，尊就系进步，正就系正一，佢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啊，佢不杂不乱。啊！这个世间好多人日日喺度求进步，但系佢嘅层面太广啦，样样都想学，学习咗学乱啦，系有进步啊！冇一样系专长，冇一样系突出嘅，
一生就可惜啦。佛菩萨教我哋啊，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教我哋精准，精就系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啊，一门深入。能够得定，能够开智慧，啊，智慧开了之后呢，就教你广学多闻了。要智慧开了之后，有智慧学东西非常咁快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啊。龙树菩萨3个月就学完了，你能够相信吗？我们能够相信，为什么啊？在中国看到个例子了。龙树菩萨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回过头来学释迦牟尼佛一切的经教啊，因为我们在中国看到慧能法师呢，禅宗六祖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读过书，啊，虽然在黄梅住了8个月，8个月都是做苦工，寺院里面的讲堂他没有去过，禅堂亦都没有去过，啊，他修行的地方是对房，啊，中米破柴的地方啊，咁我哋能够想得到啦，五祖嘅道场常住跟一般参学嘅唔会少过1000人，1000人食饭啦，每日要几多米呢？要烧几多柴火呢？所以对房嘅人好多，种米嘅种米，菠柴嘅菠柴。慧能大师是分在这个地方，他在那里做了8个月，五祖就将衣钵传了给他。啊，自古以来同行相忌，这个不是一句坏话，这个是事实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嫉妒他的呢？有的。内部里面提婆达多带头了，带着6群的比丘啊。总是想释迦牟尼佛将他推翻了。啊，提婆达多取而代之啦，里面嘅麻烦啦。啊，提婆达多系佛嘅堂弟啊，亦都系佛嘅弟子，学得都好唔错。呢个人聪明好学，啊，能言善道啊，所以啊。有不少的弟子，世尊的弟子跟他去学了，他就成为了一派了。这一派人数还是不少的，啊，扰乱正法。啊，外面有六师外道，啊，这个外面就到释迦牟尼佛的
你就明白啦，世尊当年在世弘法利生唔容易噶，要修忍辱波罗蜜，披甲精进啊，唔能够忍点得呢？啊，能忍能让，忍让嘅底限呢，系释迦牟尼佛日日讲经教学。啊，这个不能够中断啊，这个就是叫底限。除此之外都能够忍，都能够让。佛教我们的。啊，这样菩萨能不能够成佛呢？这个是一个大的关键。不能够精进就被淘汰了啦。能够忍就渡过啦，咁叫做披甲精进。我哋喺坛经上睇到啦，发达禅师啊，到曹溪去参访六祖，呢、这个人系学法花经嘅。见到六祖礼拜啊，头都冇掂地啊，三拜头都冇掂地，佢起嚟呢，六祖就问佢啦：啊，你礼拜头都冇掂地，你一定系有值得骄傲嘅地方啦。问佢你有咩值得你去骄傲噶？佢亦都好老实，仲发花三千步啊！这个就是他骄傲的地方了。啊，发花很长的，虽然只有七卷，分量很大。啊，就是要读得很熟呢，大概一日只能够诵一部。三千几部呢，这个就要十年了。十年专念一部经。啊，当然有所领悟了。啊，咁样六祖就问佢啦，呢部经里面究竟讲啲乜嘢呢？佢讲唔出嚟。反过嚟呢就请教六祖。六祖讲呢、这个部经我系未听过喎。啊，六祖系要别人念经俾佢听。啊，佢唔认识字㗎。啊，发达禅师就喺佢面前诵《法花经》啦，《法花经》二十八品，佢读到第二品方便品，六祖就叫佢制住佢得啦，唔好再读啦，我全部明白晒。啊，同佢讲《法花经》嘅。经义啊，佢就开悟啦，啊，就明心见性。其他人听六祖讲啊，点解唔开悟啊？你冇三千遍嘅基础啊，你有三千遍嘅基础，你一听你亦都开悟。三千遍得法花三昧啊！就是差过一啲啲，唔能够突破啦。呢里面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启示啦，令我哋相信龙树菩萨三个月可以将世尊49年嘅经教通通学会。你睇下六祖学《法花经》学咗几耐呢？一部经先读得一啲啲，读到第二品得啦。唔使读啦，我全部知道啦。咁样佢呢啲人呢，每一部经睇两三页啊，佢就通啦。啊，就好似今日大藏经你攞到嚟手上
一本咧翻过两三篇，一日就睇好多本啦，三个月就读翻完读完啦。真嘅唔系假噶。咁叫做披甲精进啦。呢个系点解呢？呢个系信解嘅精进，仲要有行证。行证唔系文字，行证系啲乜嘢呢？顺境对你礼拜恭敬赞叹供养，你会喜唔喜欢呢？你一喜欢就完啦，贪嗔痴就生起嚟啦。啊，咁就将你点样呢？将你拉返落去啦。如果你嘅人诽谤你、辱骂你、啊陷害你、障碍你，你怨唔怨恨啊？你心里面唔高兴，怨恨呢立即就将你从菩萨拉到你凡夫，你就是六道凡夫啦。啊，恭敬礼拜赞叹供养唔动心啊。叫做披甲精进啦。啊，一定冇贪呢种念头。啊，贪嘅念头都冇啊。你保持在清净平等觉，咁要忍啦。呢个系善缘顺境啊，恶缘逆境啊，咁就系遇到搵麻烦嘅啊，羞辱你嘅，毁谤你嘅，遭扰生死障碍陷害。你仲系清净平等觉，无动于衷啊！咁样你先能够顺利咁通关。忍辱同精进系连埋一齐嘅，啊，冇咗忍辱就冇精进啦。啊，精进嘅基础全部系忍辱。你真的能够忍啊，将心安住在清净平等觉，这个就是菩提心了。菩提心是自受用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要得要有大慈大悲啊，对于这些诽谤陷害的人呢，怎样的心态呢？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。为什么呢？他为我帮助我提升，做这么大的贡献啊，啊，这种贡献侮辱他是要堕地狱的。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啊！嚟成就我哋嘅道业，帮助我哋提升，我哋对佢要感恩啊！啊，不但止冇怨恨、冇报复，仲要感恩。点解呢？通过咁样嘅考试啊，我哋先可以升等啊，先知道自己正有忍辱精进的功夫啊！如果不是从哪里去看到呢？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要以平等清净心对待。
啊，冇差别嘅。啊，平等心对待，要帮助佢哋破迷开悟啊，离苦得乐。呢、这个不但系有缘人，系殊胜嘅有缘人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对于提婆达多、六群比丘有冇怨恨到啊？冇噶，真嘅系加持佢。提婆达多堕喺地狱啊，佢冇受苦。佢喺经常同我哋讲，提婆达多喺地狱嘅生活好似刀利天公咁。啊，咩道理呢？成就咗释迦牟尼佛忍辱波罗蜜。啊，乔陈元尊者嘅前身呢，就系哥尼王。我哋经常讲得好清楚啦，过去生中世尊行菩萨道，修忍辱波罗蜜，遇到啊哥尼王割截身体啊，啊哥尼王问佢修啲乜嘢？修忍辱，好，我睇你能唔能够忍啦。啊，用刀将身上嘅肉割咗一片落嚟，能唔能够忍？能够忍，再割，一直到整个身体割碎咗，凌迟煮死啦。最后释迦牟尼佛同佢讲。无怨恨嘅，啊，真嘅无怨恨。我将来做法啦，第一个系道理，啊，释迦成佛啦，喺鹿野苑度五比丘啊，乔陈元第一个证阿罗汉果，啊，喺佛嚟讲咧，佛系报恩啊。啊！这个恩好大，因为呢一次嘅忍辱啊，呢个系任何人冇办法忍嘅，佛能够忍。释迦牟提前成佛啦！啊，释迦喺现劫千佛当中啊，佢原本嘅排列顺序咧，佢系第五尊佛。啊，弥勒系第四尊。因为哥利王割截身体，佢提升到第四，弥勒就系第五啦。佢哋两个交换咗。啊，所以啊，伤害佛菩萨嘅人，纵然系恶意啊，但系佛菩萨系以善心接受，啊，忍辱精进。就是帮助他忍辱精进，这个是有功，但是这个功呢，他是恶意做的，他不是善意，是恶意做的，恶意做的就要堕地狱了、啊、因为他有功呢，在地狱里面就不受罪、啊、他还享受还享福。因果呢件事情系非常咁微妙啊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如果呢个系要对待一个普通嘅人，唔能够忍受嘅，充满怨恨、充满报复啊，呢、这个果报就系往后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啦。咁就系造成呢个大灾难啦。啊！遇到佛菩萨修行人啊，啊不但唔怨恨你，感恩啊！点解要感恩呢？帮助佢提升啊！亦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系严峻嘅考试，佢通过咗啦。咁叫做披甲精进啊！呢、这个甲就系忍辱啊，忍辱。波罗蜜成就啦，啊，先真正帮助你精进。
咁样第二类呢，摄善法正准。佛喺经上系冇讲嘅，但系呢个事情系善事，呢个善就系自理啦，对自己有一定嘅好处啊，应该精进啦，应当努力认真嘅学习。下面一条咧系利他，系对别人嘅，你要有情众生啊！呢件事情能令到一切嘅众生得利益啊，能够令到一切众生得安乐，呢个事情要唔要做呢？菩萨一定要做，咁样今日你要有情众生最大嘅利益系乜嘢呢？系群书治要啊！出家人要唔要去学啊？要学。点解呢？呢个系利要有情众生。啊，现在讲嘅人太少啦，学嘅人太少啦。啊，出家人要勇猛精进啊，用呢个法门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啊！如果呢个世间好多读书人，通通都修学呢个法啦，呢、这个出家人可以唔需要啦。啊！而家就冇人做，冇人做咧，出家人就要带头。啊！前几年啊，我哋喺安徽庐江办嘅庐江文化教育中心，呢个系。为乜嘢你要有情啦，冇人做啊。啊，呢件事情太重要啦。啊，今日整个世界社会动乱啊，地球灾变异常，系咩原因呢？中国古人讲人心坏啦，社会乱啦，拯救之道呢就是要传统的学术啊，传统学术当中啊，无过于唐太宗编的这一部《群书治要》，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来的呢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。这么多的书在哪里读起呢？啊，它在里面揭取精华，编成一册，作为当时就是大唐治国的根本。啊，唐朝能够在历史上做到这样的辉煌，令人家称赞，全部都是靠这部书。今天有没有用呢？呢度嘅国家领导人听讲有咁样一部好书，急住就要睇下啦。同我讲啊，能唔能够赶快译成英文呢？
啊，我找这边的同学来翻译啊。铺头是太大了，50万个字。他们急着要去看啊。我就跟这边的同学说了，你们每个星期所译的，一个星期送一份资料啊，俾两位手上送俾佢哋睇啊！佢哋睇咗欢喜啦！啊，马哈迪长老展开呢本书，呢个系一部真正智慧嘅书啊，几千年前写嘅，今日仲系有用。手不择卷啊，需要人去学习，需要人去讲解啊！啊，能够20-30个人将呢本书读熟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啦！啊，可以每日喺电视台里边广播。不但对这个国家，对于全世界来讲解啊，来讲解呢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啊，大方针。啊，这里里面有精密的方法啦，有丰富的经验，可以帮助这个世界很短时间恢复正常啊。啊，没人做了，出家人要起来做了。啊，没了这种缘，那就不提了。佛门的弟子不攀缘的，遇到这个缘就随缘了。佛教我们随缘，佛教我们攀缘啊，我们遇到了，遇到就都要去做了啊，要认真努力地去做，这个是你要有情精进啊，对自己来讲亦是涉善法精进。点解啊？人做好啦，自然就能够成佛啦。人都做唔好，点样能够成佛呢？边有咁嘅道理啊？精进嘅功德有二，第一个系增长善法，第二个是不退转啊，日日进步啊，佢唔退转啊，去障呢是懈怠啊，呢度下面讲嘅六种障：贪恨、恶意、嗔恚、懈怠、散乱、愚痴。这六种啊，是凡夫不能够成圣成贤，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严重的障碍啊。所以佛用布施断贪悭的障碍，用持戒呢去断恶业的障碍，用忍辱呢去断嗔恚的障碍，用精进
去断蟹台的障碍。用禅定断散乱的障碍。用波野去断愚痴的障碍。那叫六道啦。有清净先会有禅定。这个是到了修学的中心点了。皆定为三学，因戒得定，忍辱精进都包括在戒这条里面了。忍辱精进从戒里面开出来的，可以归纳为戒了。禅定呢有三大类。世间禅定、出世间禅定、出世间上上禅定。哪些是世间的禅定呢？佛在经论上成日讲的四禅八定，这个是世间的禅定。为什么？没有离开到六道。一般我们讲断恶修善升天，如果依然执住身是我，这种的执着没有放下，自私自利没有放下，他确实断恶修善，持斋念佛，没求往生净土，求人天福报，能够守住五戒十善。佛经常同我哋讲修上品十善，果报就喺天道。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。全凭修善，最高的只能够生道利天。断恶修善去的地方啦，四王天，四王跟这个道利中间仲有的，佛母详细咁讲。天道的层次很多很复杂。夜魔天上品十善还要加个禅定。这个定叫做未到定。有禅的功夫，功夫不够。譬如修禅定，我们以100分为满分，他修禅定只拿到20分30分。他未够初禅天的条件，初禅天要100分，他没有这种条件。所以在欲界呢，它是第三田天夜魔天，再上去呢道率天，那就可以知道了，道率天禅定的功夫比夜魔天高。
仲系唔合格，冇离开到欲界。啊，夜摩天嘅禅定啊，只有30分，兜率天嘅禅定60分。仲系唔够，要100分先系满分先够噶。啊，道术咧系凡圣同居土，利拉菩萨就住喺呢一层天上边啦。啊，所以道术有内院、外院。啊，内院咧系菩萨修行嘅道场，外院嘅就普通啊修福。修持、修定，达到呢个标准，就能够升到嗰度啦。咁再上去呢，化乐天啊，第五天啊，第五天呢个定功应该系攞到80分啦。啊，有咁样定嘅功夫啊，啊，升到化乐天，啊，化乐天系好自在嘅，一切嘅受用，心想事成，啊，最高嘅一层天呢，第六天啦，第六天啦，他化自在天。啊！而一层天嘅福报更加大，啊！禅定嘅功夫啊，应该有90分啦，仲差一啲啲，再进步咧，佢就到色界天路啦，唔喺欲界啦。啊，初禅呢佢成就啦。咁样第六天嘅天王啊，大家要知道啦，叫做波蠢。啊，法门称佢为魔王啊，佢系第六天主啊。神通势力都好大。啊！他化自在天，佢哋一切受用唔需要自己变化嘅。第五天变化出嚟供养俾佢哋。六界里面福报最大嘅，啊，真正收到初禅呢个境界咧。佢就生色天啦，色界就脱离咗欲界啦，啊，亦就系初禅禅定，能够将欲望伏住，未作用，欲未有断，呢、这个欲就系财色名食睡，啊，佢有冇咧？有噶，冇断，但系佢系唔起作用，等于断咗啦。啊，生初禅，上面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再往上面去是四空天，无色界。这些都是世间的禅定。啊，欲界的未到定。啊，四种。色界的四禅，无色界的四空定，未有出六道轮回。啊，他们的寿命就是定功的功夫深浅了。啊，他在定中
烦恼习气通通伏住，但是出定之后呢，烦恼又会现行啦。佢系伏，唔系断啊。出世间嘅禅定系断，唔系伏。啊，呢个就系讲世间禅定啦。世出世间呢，都重视禅定噶。点解呢？有定就有慧啦。冇定呢就冇智慧。啊，智慧能够解决问题。知识就唔得啦。喺我哋今日，我哋完全明白呢个道理。啊，人心坏啦，社会乱啦，知识唔能够解决。啊，联合国和平会议当中啊，都是每个国家的精英分子，全部是知识分子。啊，我们有缘接触过了。啊，可以讲二战之后啊，这个社会一日比一日乱象在这扩张。啊，前面那二十年一般人看不出来。啊，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人他们看出来了。啊，现在的普通人也都看到了。为什么啊？一年比一年严重啊。这样才感觉得恐怖。感觉得害怕了。啊，所以迫切咁需要啊，需求解决嘅智慧方法。啊，呢、这个智慧方法唐太宗俾咗我哋做出嚟啦。啊，民国初年有一批专家学者啊，呢、这个亦都系有德行有学问有爱心的人士，在四库里面又编了一套叫做《国学治要》啊，里面的方法完全是仿照唐太宗《群书治要》《群书治要》呢，这个字是政治，是治国之治。国学治要呢，这个是治，这个是一个字，讲法就不一样了。它是治学，不是政治。这个做学问的方法。啊，我将它比喻作为入四库全书的一把锁匙。你拿到这条锁匙，你就可以入去四库，否则的话四库摆在你面前你都不得其门而入。啊，这两部书非常非常重要。没了这两部书，中国文化要复兴好难啊。在哪里落手呢？不得其门而入。啊，有了这两部书就等于讲我们看到门户了，从这个门户可以入去了。啊，这个世间出世间这个界限是六道，
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要出世。啊，边啲人出世呢？阿罗汉出世啦。喺阿罗汉之前，阿罗汉系小乘四果。啊，佢分咗四个阶级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好似读书一样，一年级、两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，啊，四年级毕业啦。走呢一条路嘅，啊，收呢种禅定嘅，叫做出世禅定。同世间禅定系唔一样。小乘初果须陀洹嘅禅定，比唔上色界天。当然更加比唔上四空天啦。佢呢种禅定成就啦，喺天上人间继天上人间继续不断咁修，人间寿命到啦就上天啦，天上寿命到啦又翻到嚟人间啦，天上人间七次嘅往返，佢毕业啦，毕业咧就超越咗轮回。啊，所以世间禅定到飞上飞飞上处天啊，呢个最高嘅禅定啦，佢出唔到六道，出世间禅定能够超越啦。啊，生到四圣法界，声闻法界。啊，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。啊，这里里面有四层，声闻缘觉菩萨佛。啊，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。天台大师判教讲出六种佛，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即佛，意思就是说不是真佛，好似佛但不是真的。为什么说他不是真的呢？他不是用菩提心啊，亦就是说他用的是阿赖耶，同我哋系一样，佢系用妄心，冇用到真心。如果用真心咧，佢就系真佛啦，咁就超越十法界。所以菩提心五法则已啊，一法咧就去边度咧，就超越十法界啦。啊，十法嘅人冇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超越十法界，菩提心是真心。十法界人用的心就用阿赖耶，啊，四圣法界用得正了。邪正的标准是佛法，啊，四圣法界这些声闻缘觉菩萨佛，我们一般叫他做三乘。啊，这些人完全是依照经典的教诲，他们真正做到依教奉行，所以呢就做得很相似了。啊，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，你睇佢哋行嘅
六道啊？六道佢全部做到，十善呢全部做到。啊，四无量心做到啦，六和经做到啦。真系似佛嘅，就系冇用真心啊！如果系用真心咧，佢就超越十法界啦。啊，提升到诸法如来嘅实部庄严土啊！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嘅华藏世界啦。阿弥陀佛讲嘅极乐世界，去到嗰度去啦，啊唔喺十法界。啊，呢啲叫做出世禅定。咁样出世上上禅定呢，就系明三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佢哋超越十法界。啊！世间系以六道轮回为界限，出世间系以十法界、啊佛法界为界限，双双超越啦。啊，往生到诸法如来实部庄严土啊！我哋呢一生双双有冇份呢？祖师大德同我哋讲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常常我哋系冇份。佢哋讲得斩钉截铁，毫无而怀疑，冇份就冇份啦。但系净土宗里面啊，阿弥陀佛跟祖师大德佢哋讲。人人都有份，我哋通通都有份。以呢个说话，同宗门教下有冇矛盾呢？同大家讲冇噶，宗门教下企喺佢哋嘅立场系要断烦恼啊，你嘅地位先能够提升啊，烦恼冇断啊，唔能够提升啊，净宗唔需要断烦恼，只要你愿意往生极乐世界。你就成功啦！啊，所以系两种方法啦，唔一样噶，冇矛盾，完全系喺自己嘅选择。我哋从年轻学教啊，学咗六十几年啦。学到最后会点样呢？好似古人所讲嘅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，我哋做唔到啊！要断见思烦恼，要断尘沙烦恼，要断无明烦恼，就是见惑。我哋断唔到啊！啊，所以咁先老老实实咁回头啦，去跟阿弥陀佛啊，学习呢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念阿弥陀佛。我哋就有把握，一定
得生。上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上上禅定啊！这个上上禅定不是自己修成的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劫修积功德加持啊，令我们不劳而获啊，我们就得到了啦。非常稀有难得啊！我哋遇到呢个缘，无比嘅欢喜啊！呢一生一定唔能够错过。点样先能够决定往生呢？这个世间通通放下啊！呢一条我哋可以做得到。我哋到极乐世界嗰度，呢度乜嘢都带唔去嘅，身体亦都带唔去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你就一定得生。有丝毫嘅留恋，这个留恋就系一条绳索，将你绑喺呢个地方，你走唔甩噶，必须系完全放下。彻底咁放下，修禅定嘅功德，功就系功夫啦，德就系你嘅收获，系净累啊！修禅定，你得到清净，这个净字就系。本经经题上清净平等，女呢就是觉字啦，清净平等觉，念佛人得到这个清净平等是念佛三昧，清净心是事一心不乱，平等心是理一心不乱，觉就是明心见性。我们走这条路这条路有把握走得通的。终极的目标呢跟八万四千法门是相同，见性。他们走那条路见性，我们走净土见性。见性是完全相同的，方法就不一样了。虚张障碍就是散乱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能够用这个方法来检验自己啦，嚟检查测验自己功夫到咗咩嘅程度啊？我哋嘅心原本系散乱嘅，而家慢慢咁收，早年乜嘢都喜欢，乜嘢都想学。这个是普遍散乱在一切法当中。现在慢慢地收。收到我只有一部经，一句名号，其他的通通放下了。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，刚才讲过了，无论是善缘、恶缘、逆境、顺境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对一切人事物
就是一个感恩的心。啊，忏悔的心。啊，我学成就之后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我有报恩的心。啊，这种散乱心越来越缩小了。如果真正缩到一念不生，咁就成佛啦。未到极乐世界去，亦都冇所谓，你成佛啦。啊，呢个我哋做唔到㗎。我哋明白呢个道理，啊，慧能大师做到啦。啊，佢嘅散乱啊，完全断除。啊，下边第六，波野，波野就是智慧。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这个。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。啊，学佛学啲什么呢？求智慧，求福报。智慧是主，福报是附带的。有智慧就有福报啦。冇智慧，福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冇咗智慧就是愚痴啦。现在的人边个唔愚痴啊？佢唔承认佢系愚痴，佢以为佢好聪明，以为佢好能干。点解讲佢系愚痴呢？佢所想嘅，佢所讲嘅，佢所做嘅，全系轮回业啊！来生依旧系搞六道轮回，咁叫做愚痴啦。啊，真正有智慧嘅人，明白嘅人，喺一生唔做轮回业，决定超越六道轮回，呢个人叫做有智慧啦。啊，用呢个标准，你就会睇到好清楚、好明白。然后回过头嚟，自己好好咁反省啊，我系做紧轮回业咩？仲系做念佛嘅正业啊？啊，你每日早晨嘅早课系提醒自己，晚课就系反省、检讨、忏悔。咁样今日嘅课仲好多好多人啊，抱住课仲本早晨读一遍，晚上读一遍，好似我功课冇缺到。咁讲得唔好听，早晨喺佛菩萨面前呃佢一次，晚上再呃佢一次。啊，一年到头日日咁到欺骗佛菩萨。咁不如唔做好过啦，唔做就唔做呢个业，做呢个就骗佛菩萨啦。呢个系咩罪业呢？大家自己去想而知啦，唔能够咁样做法噶。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，我哋重新编咗一个课诵本，我哋要认真修啊！啊，我哋一心就系求生净土啊！我哋嘅课诵最重要嘅
无量寿经第六品四十八大愿啊。早课读经文就读呢一段啦。阿弥陀佛有咁大嘅宏愿啊，我哋有冇啊？要跟住阿弥陀佛发同样嘅大愿，早课目的就喺呢度，晚课就系反省、忏悔业障。改邪归正，我晚课我哋选用咗无量寿经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。啊！呢几品嘅经文讲啲乜嘢呢？教我哋持戒念佛啦。啊！呢一大段经文都系讲嘅五戒十事，讲得非常清楚啊！啊！我哋读咗啦，好好咁去反省，我呢日有冇犯过错失呢？由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！这个合起嚟咧，持戒念佛啊！我哋收呢个课本，目的就系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专修专弘，再亦都唔改变啦。有时间，有空闲，呢部经读得越多越好啊！啊，法禅师读《法华经》能够读到三千遍，呢、这个课本比《法华经》份量少咗好多，大概同法华比较，顶多就系五分之一咋。啊，读得越多，心地就越清净，一定得念佛三昧。得念佛三昧之后啊，再继续不断，自然会开智慧，唔能够大彻大悟啊。大家成日讲嘅大悟、小悟，小悟啊，时时有，唔系讲日日有，一个星期总会有两三次嘅小悟，即小悟成大悟。大悟咧对自己系非常有受用啦，啊！与一切嘅事理因果，你睇得好清楚，好明白啊！确实能够度自己，能度别人。智慧重要啊！人唔能够唔学佛啊！唔学佛就无智慧啊！啊，睇下下面呢六条，自己想下。
悭贪有冇呢？有。恶业有冇啊？有。谄媚亦有，懈怠亦有，散乱愚痴通通都有。呢个系好事情咩？啊，点解要学佛啦？学佛呢啲东西都冇噶啦。啊，悭贪变成喜欢喜布施，啊，恶业变成持戒，谄媚变成忍辱，你睇通通变啦。我哋想下系变好啊，仲系变坏呢？变呢系转凡成圣，转迷为悟啊，转祸为福。如果唔变啊，麻烦就大啦，追伤加罪。啊，恶相加恶啊，果报就不堪设想啦。波嘢有三种。呢三种是有层次的。真实智慧。究竟圆满的智慧是实相。相就是现象。宇宙一切现象。啊，用呢个字全部包括咗啦。今日嘅科学家将宇宙现象分为三大类。第一个系物质现象。第二个系信息现象。啊，第三个呢能量嘅现象。能量跟信息亦作自然的现象。啊，这个就将全宇宙通通包括尽了。科学家这种讲法啊，跟佛法里面阿赖耶的讲法是完全相同。只是名字不一样，都是一件事。啊，阿赖耶的境界上，科学家讲它作为物质现象。啊，阿赖耶的转相，科学家讲它做信息。阿赖的业相，科学家讲它为能量。啊，名词唔一样，实际上完全系相同嘅。啊，咁样阿赖耶就系妄心，妄心现嘅系幻相。你将呢啲嘅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啦，咁叫实相。啊，一切现象的真相，实相就是真相。这个是事的真相。事离不开你的。科学就是讲事，哲学就是讲理。你是一不是二，是你之事，
你就是事之理，你是不二啊。佛在大乘经常讲的，你的实相你里面有体、有相、有作用，你的体呢是真如自性，通常是用实相来代表的，这个是真正的实相。这种实相里面呢，它真的有东西的，它真的是存在，它无时不在，它无处不住不在，它不是物质，它都不是精神，亦都不是信息，它亦都不是自然的现象，什么都不是。但是一切法是从它所生，从它所现的。好难明啦！现在科学进步啊，我哋咁多年嚟都用屏幕喺度交流，或者系电视，或者系电脑，我哋用呢种方法，咁样电视、电脑都有屏幕噶，我哋将屏幕。代表真如自性啊，屏幕是真如是自性，它是没有现象，它什么都不是，但是它能够现一切的现象，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没有离开屏幕，离开屏幕它就不见了，你就看不到了所以屏幕是现象的本体，现象动了它是生灭的，屏幕就不动了，它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和生灭完全没有妨碍生灭没有妨碍不生灭，不生灭没有妨碍生灭，你在屏幕上看到了。理想就是讲屏幕啦，事上呢就是屏幕所现的这个色相。阴性色相。细心咁从呢度去揣摩。真正睇到屏幕不生不灭。现象就是刹那生灭这个大宇宙跟这种的道理完全是相同的。大宇宙的屏幕我们看不见，我们所看见的是色相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的画面一样，画面看得很清楚了，将屏幕忘记咗啦，其实画面就系屏幕，屏幕就系画面啦，佢哋永远离唔开噶。离开屏幕就冇咗画面，离开画面你都揾唔到屏幕。所以会睇电视嘅人会开悟噶，佢契入咗实相波耶。然后读《金刚经》佛在经上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点解啊？这个现象不存在的所谓刹那生灭，刹那我们听了是一个很模糊的印象什么叫做刹那呢？弥勒菩萨
在经上跟我们讲了一个具体的样板。他怎样讲呢？这句话的开头是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，讲啊，心有所念，你心里面起个念头，问问啊，你个念头里面有几多个念呢？讲明啊，你个念头唔系一念，一念啊，你见唔到噶，你感觉唔到，好多好多个念头聚集喺埋一齐，你睇到一个假象。你将这个假象当是真，那就迷了。迷在假象里面啊。佛菩萨跟我们是不一样，他不迷，他觉悟了，他知道这个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弥勒菩萨跟我们说，这一念啊，一念有几多个细念呢？他讲一坛子，一坛子的时间很短，有32亿8000年，100个千就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啊，以一坛子。有320兆个微细的念头，每一个念头都有现象，每一个现象都有受想行识，它一定是分不开的。一念的时间几短呢？是一坛子的320兆分之一。现在我们科学家是用秒来做单位。一秒钟。我们一秒钟能够弹几多次呢？我相信一般的人，年轻人力气好一点的，至少可以弹到5次。如果弹5次乘5呢？ 1600兆。一秒钟。一秒钟有1600兆个念头。每个念头都产生物质现象同埋精神现象。物质现象叫做色相，精神嘅现象系受想行识，叫五蕴啦。五蕴嘅生灭啊，五蕴系一切万法嘅基础。亦就是物质跟精神最少的单位了。不能够再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最小的单位。它的频率，它存在的时间是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秒。亦就是一秒，佢呢个生灭呢就有1600兆次啦。呢、这个佛经里面讲科学，呢、这个真相，咁叫实相。实相我哋见唔到啊。今日科学家发现咗局限性嘅，唔系圆满嘅，佛证得嘅系圆满嘅。现在知道啊，物质嘅现象跟佛经上讲嘅系完全相同。物质再分呢，
物质现象就冇啦。睇到啲乜嘢啊？睇到嘅系念头波动嘅现象。啊，所以今日科学家先讲明啊，世界上根本就冇物质呢样东西。物质系点样嘅回事情呢？系念头产生嘅幻想啊，唔系真嘅。啊，一秒钟有1600兆次嘅生灭，边种物质现象系自己嘅呢？不可得啊！啊，证明大波野经上所讲嘅一切法无所有，法境空，不可得。咁就系诸法实相啦。释迦牟尼佛喺大波野经上讲嘅啊，一个叫事实嘅真相。我哋明白呢个事实嘅真相，喺日常生活当中，要能够提得起观照嘅功夫，叫做观照波野。实相波野就系睇，观照波野就系用。一切事，一切处，一切法，你都能够认得清楚。佢嘅体系乜嘢？佢嘅相系啲乜嘢？佢嘅作用系啲乜嘢？啊，方便波野系用啊，观照波野就系心经上所讲嘅。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代表啦。点解啊？心经读的人好多。有人早晚课读诵都念一遍的。啊，经文里面有一句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个心经上所讲的。你对自己要得到大受用啦。咁我哋今日佛叫我哋放下，点解放唔下呢？就系冇观照波野啦。你认为一切法系有嘅，一切法系真嘅，所以你就冇放下啦。你冇照见。啊！如果真正能够见到一切法完全是1600兆分之1秒产生的幻想，你还会去执着它咩？你还想去占有咩？你仲会控制佢咩？好啦，呢个念头全部都冇啦，全部冇啦，你就系享受到啦，实相波野，观照到实相波野，呢个系如来最高嘅境界啦。啊，圆满嘅回归自性啊！你先入呢种嘅境界。观照系自受用，后边方便波野就系他受用，所以啊，种种善巧方便，帮助别人觉悟啊，令到别人了解事实嘅真相。帮助他们看破，帮助他们放下。这个就属于教学了。
世尊49年讲经教学是方便波野。49年应用在生活上，他的工作就是讲经教学了。处事待人接物表演做给我们看的，通通就是方便波野。波野波罗蜜他的功德对自己呢是大觉，彻底的觉悟，大觉称之为佛陀，菩萨称觉，不能够称大觉。大觉是圆满的，菩萨的觉还未圆满。为什么未圆满呢？苦得有所谓啊，烦恼好断，杂气难除啊。这个是真的。我们看这些的圣人，大乘华严经上所讲的七信菩萨，断正的功夫啊，跟阿罗汉是相等的，也就是见思烦恼断了，杂气未断。七信位啊，八信位的菩萨，见思烦恼的杂气断了。这样九信位的菩萨，断尘沙烦恼。十信菩萨，尘沙烦恼的杂气断了，无明烦恼断了，超越十法界，生十部庄严土。但是杂气无断了，见思的杂气、尘沙的杂气有办法断，无始无明的杂气没办法断了。没办法断，那怎样呢？就任得它了，时间长了自然就断了。要几长的时间呢？一般经常讲三个阿僧祇劫。在哪里断呢？在十部道。这样就令我们恍然大悟啊。十部道究竟是怎样的回事情？譬如说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。他们的来处我们明白了。这个即性法界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，所以啊，无明烦恼一断，他就超越了。这样诸法实部庄严道在哪里呢？是无明烦恼杂气变现出来的，杂气断干净了，实报土就不见了。所以佛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
冇讲到实报土系例外嘅，冇讲过呢句说话。实报土、庄严土亦都包括喺其中。啊，咁样实报土等觉菩萨，将最后嗰一品无始无明杂气断尽啦。实报土就唔见啦，好似发梦醒过嚟啦。醒过嚟系咩嘅境界呢？上直光净土，上直光系永恒不变，纯真无妄啊！佢里边乜嘢都冇，就好似一片光明。啊，光光互摄啊！十方如来证得常寂光，你自己证得常寂光，入佢个光明咧，融成一片，好似我哋呢个房间呢十几眼灯光一样。你点着一盏灯入嚟，呢个光跟光系融成一片。啊，呢个永恒不变啊！佢系真嘅，佢唔系妄嘅。到咗呢个境界，先叫做究竟圆满啦。华严经称为妙觉果位啊！每个往生嘅人到极乐世界，都会好快咁进入常寂光啊！呢个系阿弥陀佛帮嘅大忙啦。啊！我哋一定要感恩阿弥陀佛啊！唔系阿弥陀佛帮忙，我哋系冇办法噶，边有咁容易证得呢？除咗啊，咁样除咗净土法门之外啊，我哋对于呢啲嘅境界都知道啦，经典读咗都清楚啦，但系。唔好讲其他㗎喇，就係见惑试睇下能唔能够断得干净啊。见惑係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呢五种嘅错误见解呀，断除之后先能够证须陀洹啊。证咗须陀洹之后，再努力去断思惑啊，思惑要好长嘅，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都系断思惑嘅。啊，思惑断干净啊，证阿罗汉，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思惑嘅杂气仲未断啊，啊，思惑杂气断咗啦，就唔叫阿罗汉啦，升级啊。叫辟支法，唔容易噶，但系初果就唔容易证得啦。啊，证得初果咧，呢个系小乘，真嘅小小乘，佢真嘅系乘，佢唔系凡。点解啊？所以冇出六道轮回，绝对唔会堕三恶道。呢个保证啦，而且一定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，咁叫圣人啦。同修世间禅定完全唔一样，世间禅定修得再好啊，出唔到六道啊。呢啲修少少定嘅，呢个系出世间嘅禅定。嗰种果报系大大唔相同嘅。表面上睇起嚟，呢个小果佢哋修嘅禅定好似仲不如四禅八定，但系啊，呢个作用咧系四禅八定根本唔能够相比嘅。
咁就知道出世间法嘅可贵啦。啊，功德大觉系对自己嘅，度他咧就系、是、度别人嘅，自觉觉他啊，知道度他，颇如痴啊，三毒烦恼嘅根系如痴啊，呢个时候将根拔除啦。啊，六波罗蜜，我哋就学到呢度啦。